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克勤啊。認識 Jonathan 咧，就喺今年年頭嘅左輪右利演唱會裏邊啦。咁我發覺佢咧，原來係我哋樂隊嘅其中之一位成員嚟嘅，佢係一位和音。咁慢慢咧，我發覺佢除咗識得唱歌之外咧，仲識得拉小提琴，同埋識得跳舞嘅喎。而且個樣咧，仲有翻咁上下添㗎。香港樂壇咧的而且確需要一啲咁嘅生力軍嘅。我知道今日咧就係你嘅新專輯發布會咧，喺度咧預祝你大賣。Bye.